不论是农会家政班或是绿色照护站，规划食农教育或手作手工课程之外，光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特别邀请专业的陈品云律师开办浅谈遗产以及遗属法律讲座，对大众避讳的怎么安排身后事、遗产处理或设立遗嘱等话题，台下长辈也都非常开明，一起热烈讨论。对于提前安排身后事、处理遗产或者设立遗嘱等议题，多数国人视为忌讳不吉利而避而不谈。不过光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谈到这个话题，台下长辈却开明以对，台上台下讨论热络。让我们了解这个法律常识，该负的责任跟义务啦。这个身后事会不会觉得哎呀很避讳，一直叫我早点死这样？不会。为什么？该来的都会来，该准备好的就准备。对，关于这个遗产啊，继承的事情，受益良多了。我们来这个绿色照顾站真的都一些老年人以后遇到的事情，所以说很实用。原本以为长辈可能因为忌讳而兴趣缺缺，没想到各个反应热烈，欲罢不能，也令讲师陈品瑜律师刮目相看。我觉得大家的基本观念其实蛮好的，我今天其实已经就是讲一些比较基本促成的东西，但是其实他们也有提到说有一些观念可能家里的长辈还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更新不过来。比如说像有人还是会认为说长孙有可能遗产会比较多啊，另外一个是认为说女性没有继承权，像这种是对我们可能对我们比较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可是对他们来说却不是这么认为。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我觉得是算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其实今天也很踊跃，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随着国人自由开明的风气渐盛，现在老人长辈似乎也不再避讳谈论安排遗嘱等身后事，因此光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依照长辈的需求，特别邀请专业的陈品瑜律师浅谈遗产与遗嘱的法律专题，共同讨论交流。对，这是可以大家来讨论的。那也会让小孩子知道说，父母的安排是什么，那也会让小孩子知道说父母想要怎么样的安排，这样就不会这么对，会不知所措。八月开展至今，除了提供站上老人食农教育体验学习以及手作工艺等相关的学习课程之外，这一次大胆开办浅谈遗产与遗嘱怎么安排身后事的法律研习，意外获得长辈们的好评。绿色照护站也难以置信，未来也将持续规划办理相关的法律常识讲座，增加长辈们基本的法律常识。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